玩玩具不只是小朋友的专利，无论你是三岁定八十岁，来香港冬季玩具博览梗有嘢啱玩。今年有自潮电玩、人气公仔、魔术玩具、益智游戏、团体竞技、怀旧玩具，包你玩到唔舍得走。12月22日至25日，香港会议展览中心1号馆约定你。